花珠请太皇太后圣安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嗯？这孩子今天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？谁让你受委屈了？太皇太后，你是花珠的长辈，也是这后宫里最有智慧的女人，花珠冒昧想请教一下你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讨得皇上的喜欢。怎么了？你是皇上新封的贵人，他对你不好。太皇太后有所不知，皇上这几日都同魏答应住在乾清宫，并未翻过其他嫔妃的牌子。魏答应一直跟着皇上住在乾清宫。嗯。成何体统？皇上，太皇太后有请。太皇太后说，请魏答应也一起去一趟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参见太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皇祖母。谢太皇太后。听说魏答应回宫后一直待在乾清宫，跟皇上同吃同住。是。那皇上干脆把延禧宫、承乾宫都拆了吧。皇祖母息怒。息怒？魏琳琅，你跟皇上出宫之前哀家吩咐你的话，你可记得？
臣妾记得。你说。一个女人得到皇上的专宠，固然是幸事，可她的幸运是用其他女人的不幸换来的。还有呢？不要以为自己对皇上好就是对的，如果真的是为了皇上好，就要顾及他人。那你可照着哀家的话去做了？你以为皇上是你一个人的皇上吗？请太皇太后恕罪。如果你知错了，你马上离开乾清宫，好好守着你自己的本分。请太皇太后恕罪，琳琅不能离开皇上。放肆！谁给你胆子这样说话？皇祖母，是孙儿喜欢琳琅，是孙儿让他留下来的，这不是他的错。你要怪就怪孙儿吧。你忘了你自己还是一个皇上。苏沫儿，奴婢在。去敬事房，将卫琳琅的绿头牌取来，搁在这里，等皇上想起自己是皇上，想起后宫的嫔妃，再来讨回去。是。卫琳琅，哀家原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辜负了哀家对你的信任。这段日子，你好好的待在储秀宫，反省思过，不得跨入乾清宫半步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怎么样了？宁贵人这一状告得好，太皇太后下令，未答应已经不能再跨入乾清宫半步。活该，谁叫他霸着皇上不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魏答应的衣服，宁贵人，赶紧换上吧。我为什么要换他的衣服？宁贵人要是想得到皇上的宠爱，就得先换上他才行。好吧，且听你的。还有，在皇上面前，宁贵人只能说魏答应的好，不能说他的不好。知道了。碧落，今天晚上皇上身边是谁伺候啊？哎呀，这奴婢不知道。碧落，这些东西你拿去吧。答应，这可使不得。答应待我同姐妹一般，从来不把我当下人。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我一定会办好的。碧落，你能不能帮我盯着长庆？别问为什么，帮我盯着他就是了。好。还有，乾清宫里面你也帮我打听着，皇上有什么动静，我都要知道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
琳琅，画珠给皇上请安。您怎么穿琳琅的衣服？皇上，我跟琳琅是好姐妹，以前在新者库的时候就经常会换着衣服穿，不仅是衣服，还有这串珠子，也是琳琅姐姐送给我的。我们打一进宫就在一起，一眨眼都三年了。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见不到姐姐，姐姐怕皇上想念，所以托我来看看皇上。皇上要是想念姐姐，不如我给皇上讲一些姐姐的事情吧。你说。在我们几个好姐妹当中，琳琅是最勤快、最能干，也最会体贴人的。我们在新者库干活，每天大家都很累，一干完活就只想睡觉，只有琳琅惦记着把咱们的屋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的。是啊，他真的是这样的。哎，继续说。皇上，皇上传宁国人侍寝。你继续说。是。佛祖保佑，希望皇上不要出什么事才好。答应，皇上今晚召了宁贵人侍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时候不早了，答应也早些歇息吧。琳琅是个雅致的人。我们都说她不像是新者库的宫女，更不像是包衣奴才家的孩子，怎么看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我们宫女大多不识字，家里来的书信也都是琳琅在给我们念。啊，皇上，琳琅的事情我知道的可多了，不过今天臣妾有些累了，要不然明天臣妾再接着给你讲。哦，你去睡吧。那皇上朕不困，你睡你的。嗯，是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也该早些休息了，还是保重龙体要紧啊。这会儿也该上朝了，等下了朝再说吧。那宁贵人她送回去吧。这
给皇上请安。你想朕了？臣妾就是过来看看皇上。朕也想你。过了晌午，朕去看你。朕先上朝去了。是。恭送皇上。皇上昨天翻了宁贵人的牌子。自古以来，皇上专宠一个女人就不是件好事儿。希望她知道哀家的一片苦心吧。太皇太后请放心，皇上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皇上下朝了吗？回卫答应皇上在御书房见了几个大臣，怕是这会儿还在呢。皇上身边今天是谁伺候啊？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。你这是在想念朕了吗？见过皇上。来，平身。德公公，你的伤好了？奴才见过魏答应。皇上看奴才回来当值了，便高兴地带着奴才来见你呢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朕就知道你见了小德子会很高兴的。皇上，臣妾准备了百合绿豆汤，喝点吧。琳琅，你说你对朕这么好，朕要怎么报答你呢？皇上，你再喝点绿豆汤吧。好，朕继续喝。元儿，你说皇上会喜欢这玫瑰花的香味吗？肯定会的。皇上宣宁贵人侍寝。元儿，快帮我更衣。奴婢见过魏答应，皇上今儿又是宣了宁贵人侍寝。皇上宣谁侍寝倒不打紧，德公公可是始终在皇上身边伺候。是。那就好。琳琅他胆子特别大，什么都不怕，他都敢用手去抓蛇呢。不过呀，他唯独害怕蜘蛛。蜘蛛走了没有？没呢，还在呢，好大一只啊！你快找找，你快找找，把它赶走。哎，皇上。啊，你先休息吧。怎么停了？皇上，不要动。朕知道你想朕了，所以就过来看看你。
陪朕弹一曲。皇上，这不妥，你还是回吧。皇上，如果你今天留宿储秀宫的话，净室房那边不能忌当。朕知道，不用你多嘴。都退下吧。是。遮。朕知道，朕不在的时候你睡不好。你看你这眼圈，让朕守着你，等你睡好了，朕就走。皇上，宁贵人还等着皇上呢。朕今天晚上在御书房睡。现在皇上每天晚上都让我跟他讲琳琅的事情，但是依然正眼都不看我，都快烦死了。哼，在这后宫里有多少位分比贵人高的主子娘娘，几年都见不到皇上一面，可皇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招宁贵人侍寝，这传出去多大的面子呀。只要是皇上的恩宠，不管多少都够贵人受用的了。想想以后在这后宫里还有谁敢给贵人脸色看呀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是有一天传出去了，岂不是要被他们给笑话死？贵人和奴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奴才一定会想尽方法来帮助贵人的。那你就先帮我想一下，现在皇上每天晚上都翻我的牌子，可是却睡在御书房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贵人怎么没有想到到御书房去陪皇上呢？那怎么行？要是被皇上责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。奴才自然能够想办法帮到贵人，让皇上
不责怪贵人。奴婢今日跟着长庆，发现他又去了华阳宫。他去见画珠，奴婢不知，但他最近确实和宁贵人来往频繁。魏大印，你说皇上常召宁贵人侍寝，会不会和他有关？皇上，宁贵人还在寝宫里候着呢。让她早点休息吧，朕今晚在御书房睡。这宁贵人，皇上让贵人早些休息，她今儿晚上就睡御书房了。我知道了。贵人，奴才已在皇上的香炉里放了合欢散，一个时辰过后，皇上就会兴起，那时候，贵人便能如愿以偿了。你帮了我，日后我一定会好好打赏你的。谢贵人。对了，这是皇上平日里最喜欢喝的茶，那奴才就不搅扰贵人你怎么了？现在是谁伺候皇上？皇上今天翻了宁贵人的牌子。我要去趟乾清宫。魏大印，这不妥，传出去会说你跟宁贵人争宠，太皇太后那里怕是更不会讨好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
绝落寻夜，到了该替你收尸的时候。把这个喝了吧。皇上该歇息了。琳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求皇上为华珠做主，今天明明应该是臣妾侍寝，可是魏答应这样，会不会太不合规矩了？若论规矩，你装扮成琳琅这个样子，就合规矩了吗？退下吧。退下。是。臣妾告退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。朕知道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如果叶三是真心要跟莲儿在一起，那么在一起便是了，理会别人干什么？皇上，今日确实是臣妾不合规矩，如果太皇太后知道了，一定会责怪臣妾的。皇上就寝吧。皇上，臣妾告退。琳琅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，只要他把华珠当成你，喝了那茶，他就一命呜呼了，我就要得手了。你为什么要出现？哥哥，我不会让你杀的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我喜欢的，我放不下的。你放不下他，就能放下爹娘吗？要知道，爹娘都在天上看着你呢。我不跟他在一起，我离开他，我们一起离开，离得远远的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知道这几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为了报仇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太监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，云初也不在了，我回不了头。不，你不能杀他。我喜不喜欢他是小事，可他是大清的皇帝，他是个好皇帝。如果你杀了他，有多少人会像我们一样无家可归？你想过没有，哥哥？如果你要杀他的话，就先杀了我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欺人太甚。宁贵人，魏答应来了。你先下去吧。
是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每天只有穿着你的衣服，跟皇上讲你的事情，皇上才会召见我。我明明心里很嫉妒你，还要装作是你的好姐妹，因为只有这样皇上才会理我。我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对不起，花珠，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苦衷？你的苦衷就是不想让别人抢走你的皇上吧？这件事情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。不要再虚情假意了，滚出去！从今以后恩断义绝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公子，把药喝了吧。我不想喝这药，太苦了。少爷，皇上来了。皇上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？朕刚从门口进来。见过皇上。免了。皇上。哎，干嘛？赶紧起来啊！好好坐着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一点？我的伤已经……皇上，公子嫌这药太苦，不肯喝。这药虽然是苦，但是你不喝药怎么痊愈呢？来，把它喝了。嗯，是。德公公，听说琳琅封了答应，他还好吗？好，很好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？坐呀。皇上是有什么心事吗？皇上的心事可是为了琳琅。虽然琳琅一直都在朕身边，但朕感觉非常疏离。朕猜不透他的心思。因为皇上太过看重琳琅，才会患得患失。朕害怕，朕害怕失去他。皇上应该相信琳琅的真心。德公公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求德公公。魏答应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。皇上那里，吃的用的，熏香茶水、贴身衣物、被褥枕头，要去的地方，还有沐浴用的水，请你多多留意。千万不能让皇上有什么意外啊！魏大爷，你放心好了。哦，魏大爷，恕奴才多嘴。那个长庆，你之前不喜欢他，怎么现在又……之前对他不是很了解，他不是坏人。哦，我念他曾经救过你，也就原谅他之前干的那些坏事了。长庆没在御前当过差，很多规矩可能不懂，你多担待着点儿。免得出什么差池。魏大爷，放心吧。张公公，
我来吧。公公，这是我分内的事情。哎，你救过魏答应，是有功的人，用不着这么辛苦，做些闲差得了。那多谢德公公体恤。皇上，茶。皇上，点心。皇上，毛巾。嗯。皇上。哎哎哎，陈公公，我来。哎，我来。小德子。你不用所有事情都抢着来做的。回皇上，魏答应啊嘱咐奴才，皇上这里吃的用的熏香茶水贴身的衣物床单被褥啊，魏主子还说无论去哪儿都要谨慎伺候着。